芳姐，你今日无甲话讲清楚，我是袂来走的。芳姐，你到底对我什么误解？谁啊？这两天你对我态度怪怪。我是倒位怪怪啊？你讲啊。昨日甲胡秀安食饭约会的时阵，我就感觉你怪怪啊。啊，不过你就是唔肯甲我讲实情。一条今日早起，我想要过去。 我伫只找胡秀安问清楚，你敢知影发生啥？胡秀安套房差一点气爆失火，伊人嘛无去啊。我请人调查才知影，伊昨暗已经坐火轮机离开台湾啊。看你的表情，伊一点仔拢无感觉意外，所以才有知影。还是讲？ 是你逼胡秀安离开的。唉，看来我的二哥真正就关心胡秀安的。啊，不过我是有啥物理由要逼伊离开啊？啊，不是我咧惊伊的下落，我有啥物秘密啊？应该会惊的人是你这条。我哪有啥物秘密？我只是烦恼胡秀安对你有无好的企图。而且昨我看你两讲话。 讲我无啥欢喜，你到底搁要伫我面头前迄种假意话句啊？刚刚你就是安尼食我狗狗，认为我动眼有寸，因为我袂发现胡秀安伊的真面貌是无？安姐，我从来无安尼想，我只是。殿下，你搁想要讲这白贼来骗我？你明明知影胡秀安伊欠人足侪钱的，所以才予大嫂利用来对我下药啊！啊，不过这种毛骗的人，你却甲伊讲这是叫我的大英雄。 唔对，是为着要安全，是你比大嫂搞出介样的事实。所以，你全部拢知影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莫信你，你有救啊！虽然我无法度完全相信，不过我真正有印象，我有看到你关心我的表情。不过我真正是想无的。 你是安怎要安尼为何大嫂对我嫂子来歹代志啊？我无要为何阿嫂，我会出阿点，我只是想要保护你。我不相信，因为我听到大嫂伫咧酒窖对你的告白，伊讲伊介意你。啊，不过我已经拒绝伊啊，我有甲伊讲清楚，我无可能接受伊的感情，我相信你嘛听到啊，我就是无希望你再搁受到伤害，安姐。 刚刚对英文呢，伊就认为我是违法所，差不多这么简单。胡秀安讲你甲大嫂，你认为是普通的关系，甚至你为着要安全其他的秘密，才会规矩消毒你伫胡秀安头颅的鸦片内底出现过的证据。陆安姐，胡秀安到底何里困难啥？你现在要来误会我？刚刚我之前对你有好的关心。 你拢认为是假的，而且我知影今摆唔管我讲啥，你拢无可能跟以前同款这样相信我。啊，不过我当求助，自我牺牲一个今摆，我绝无想要伤害你。若是如果，我就死无后悔，安尼用我。 我要！我要！不要！我要！不要！我要！
去台北外县无？你去叫我吃。我叫你去。文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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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瑶啊！文瑶。文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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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要较坚强，我爸爸在家，你绝对袂当有代志哦，文瑶。文瑶，你个精神，阿姨要好好甲你说多谢嘞，啊。自我认识到今嘛，我真无想要伤害你。那是我，我死无后悔，安尼好。阿姐，我拜托你，我相信我一辈，好不好？阿哥，是谁呢？我不应该用这种态度对待你。我拜托你，赶紧清醒，我袂甲你回心的。阿哥是嘞。医生啊，我拜托你啊，一定要救华师，不管有啥办法，一定要救伊啊！我拜托你啦。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，请唔通拖延阮的治疗甲检查。文瑶，文瑶加油啊！文瑶，文瑶，文瑶，我干嘛失去文瑶？我哪只想失去文瑶？我还没看没呢。你别安尼讲啦，你安尼讲咧，甲爸七岁咧，你不是有上医院是否有赔？一天不比你别个无代志啦。爸，妈讲了无唔对啦，当然有信心，我相信天公给我目睭啊，看到文瑶安尼友好。一定帮助伊渡过难关的啦！阿哥会安尼，拢是我害的，拢是因为我无够信任伊。麦叮当，你这边大腿的空缺足严重诶，需要动手术。秘书长，替病人做主诶。医生，没啦。医生，真正安排。喂，秘书长，光耀汽车的汽车是不是出意外？李逍遥有条叫当初钓甲好人，叫车弄甲重伤，即马送去病院啊！啥？文耀有车弄受重伤？哦，我知影，我即马来去病院。陈先生，我有要紧的代志要处理，我来招待你啊，请你入面。您刚才来拜访啊？敢是我伤过敏感啊？拄则陈中祥听到阮娘出代志，伊的面色有小可无自在，这不应该是伊的反应啊！老家的人出奇怪，应该真欢喜才对。志峰，阮娘怎么样？手术时间比预期更加长啊！啊，嘛唔知内底状况是安怎，干来等等尔。想做文瑶要救到蔡燕跟老虎比啊！明明伊五派股份都已经摕到手啊，干爹嘛准备好要甲永兴集团还有罗甲拍好倒，和我甲伊会当摕回家己的身份。伊哪会做出这样恐怖的代志？想做伊要这样戆？万一不幸伫咧手术当中有啥物变数，家己的身份嘛瘪空啊！还是讲以后无法度精神是变怎？袂啦，袂啦，我也袂有代志。即马干爹在伫个病院，
而且这么有养差的人，唔然阮要新婚袂别空，啊连性命嘛袂有危险的，因为干爹伫的，干爹这么厉害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。我跟你讲，我是我害，我是我害的，我是我。啊，你可能真爱吼，啊到底是安尼偷偷讲好无？那不是我先对伊起怀疑，代志根本就袂发生。伊明明就一直跟我解释，啊，不过我就是不爱听。啊，伊就去甲对我咒诅，讲伊若是受过要伤害我，伊就会死无好背。啊，不过我还是无相信伊，我甚至讲骂伊，莫阁对我情绪勒索，一定对我就这心的。安琪毕竟清醒，若是忍不了，出去跟温瑶显摆。我跟你讲，我是不是误会二哥啊？伊真是为着要救我，不顾伊家己的性命，我哪会当怀疑对老家无好心？伊阁为着要救爸妈受重伤，一定是用家己的性命来证明家己的清白。我哪会当安尼对待伊？我哪会当这样讲？我哪会当安尼对待？你到底是在讲啥？我跟你讲，那一定是误会二哥啊！那一定是误会。安杰跟文金是在怀疑文瑶？这是要哪讲的？安杰，我希望你即马会当冷静下来，想清楚，会较理智的。别当感情用事啊！我若是感情用事，伫个记者会，我就袂无顾伊的心情，做起百回过分啊！伫个电话内底，我等你回报的时阵，我是下定决心的。不过我真正就后悔，我真正感觉我家己就可恶。王文金，安姐。你这么是惊世界无够乱？无啦，夫人。你有够超过，你知无？我想你感觉奇怪。安吉伊向上天文谣的，免老讲你伫记者会前，你讲什么？你股份不是奖金，会影响到公司的营运，叫再兴到搁三叔这款话，原来就是你的后边咧塞人。你这么是咧混我因兄妹的感情？代志不是安尼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无想要听你解释。你可是我唔知道你咧想啥。因为我摆予你找雅杰，所以你即马就有安杰这下手。你想要分化伊甲文瑶的感情，得到伊的信任，然后才叫伊做你甲雅杰的公亲。你真有牛呢！然后呢，想出去搭救文瑶啊，去帮你请冤，你无哪兼细苦啊？哈！妈，不是安尼，是我拜托文金姐，你莫阁替伊讲话啊！你就是去予洗脑，你才会怀疑恁二哥。也阁有，你都更加憨嘞！你阁好意思讲，文瑶叫我甲再兴是啊，考虑客哦。我拜托你，你莫有去讲别人，无去讲你家己啊。若要讲假，无人比你较敖啦。人文瑶阁敢那对阮老家，伊是真心诚意的，无参照你讲一套做一套。我唔是想要报复文瑶，才头壳为伊遮乌白讲，想要行事。我是怕伊被人利用去啊！而且我真是有找到一挂证据，无你看啦。妈，不管你用什么伪造证据要来伤害文瑶，我跟你讲，我今日伫记者会顶悬，我就当所有人面头前讲，伊就是我的后生。我再讲，伊叫我甲再兴呢，不管安怎，这个囡仔我已经认定，伊就是阮老家的人。以后你若是要做什么伤害伊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